挪威康斯伯格公司最近宣布，该公司已经与日本防卫省签署了一项协议，将为日本生产一批 JSM 空射巡航导弹。JSM 巡航导弹由于体积十分小巧，能够安装在 F-35A 战斗机的机腹弹舱内，可以说是为 F-35 量身定制的一款导弹。这款导弹的装备将有效提升日本 F-35 战斗机的远程打击能力。据悉 JSM 导弹非常灵活，能够在复杂的沿海环境中飞向目标，具有较强的突防能力。弹体也采用了一定的隐身设计，能够有效降低被发现的距离。该弹除了由 F-35 的内部弹舱挂载，还能由其他战术飞机通过外部武器挂架携带。